一级导游要满四天才能够。你是这边的员工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黄卡有携带吗？啊、哦，这是你第一级打的时候吗？对。你今天才打吗？没有。他写11月9号。在本辖文心南七路上一间有女陪侍服务场所，查获顾客违反防疫规定，在接种疫苗未满十四天即进入该场所消费。那经警方调查之后，有违反防疫规定的嫌疑，那分别将店家以及顾客移请市府相关主管机关进行认定及采访。